说起来我还嫌晦气呢，毕竟你那短命爹是得脏病死的，那些嫁妆也是脏东西。陈怀伟，从头至尾你们家娶我都是为了嫁妆，父母双亡，外家无靠，是得脏病死，折磨死我，再用我的嫁妆填你们家的坑。嫁妆多有钱又怎样？我真是好算计。六年前，郴州大水引发瘟疫，家父筹集药材救济灾民，最后积劳成疾不治而死。家父骨灰出城时，万人相送十里，陛下亲赐为国为民忠诚良吏八个字。他一生为民，就算你们往他身上泼无数的脏水，他也是清清白白。污蔑忠良，按律是可以流放的，只是没想到楚家还有这样忠良之臣。我楚轩今日要休夫，一定要休。你们要骂尽管骂吧，当你们家的女儿也遇到这种男人时，届时你们还能劝他贤良淑德吗？老爷，该上堂了。哎，这妻子不像妻子，丈夫不像丈夫，这都叫什么事儿啊？速记升堂。大人，自古以来哪有休夫一说，他们分明就是没事找事，请大人一定要严惩。大人，此人在公堂上公然殴打原告，犯咆哮公堂之罪，又在大庭广众之下污蔑忠良，蔑视皇威，数罪并罚，也请大人明察。等等，原告被告都在，那这位姑娘你是什么人啊？回大人，小女子楚曦是原告的宋师。胡弄，自古哪有女子做宋师，既然原告宋师未到场，那就择日再审，退堂。慢着大人，小女子敢问大人，大安律有没有规定女子不能做宋师？大安律确实没有明文规定。公堂乃是最讲法律的地主，若是连府尹大人都不依法办事，那整个国家便无半分法度可言了。大人现在还要退堂吗？你继续吧。多谢大人。既如此，刚刚被告案律当施以杖刑。哼，本将军是世袭的三等辅国将军，我看谁敢打我。等的就是你这句蠢话。历朝历代世袭爵位对朝廷都是一种负担，尤其是陈家这种成天惹是生非还要吃白食领俸禄的人家，简直就是国之蛀虫。大安的皇帝之所以成立宗正司，就是为了整治这些惹事的二世祖们。此事应移交宗正司处理，原告宋师还是言归正传，说休夫的事儿吧。大人，可否准许我呈上物证？你有物证就呈上来吧。抬进来吧。这是书。这就是你说的物证？书谁家没有？本将军可以给你十箩筐。肃静，公堂之上禁止血火。说起来，这个陈怀伟不过只是个虚举，竟如此不给本官面子。嘿嘿，等移交宗正司时，本官一定要把他的罪名写重一点。原告宋师解释一下吧。大人，这是本朝开国义康皇后所著《烈女传》，其中有一则《忠烈夫人》，说的是晋朝大将葛阔的夫人百氏休夫的故事。葛阔北征草原时被俘，便捷投敌背叛国家，百氏知道此行后愤然写下休书，与其恩断义绝。请问大人，百夫人能在《烈女传》上留名，是不是能说明她所作所为合情？这确实合理，但这乃是晋朝的事儿，而我大安国并无休夫之事。师爷，依你之见如何？百夫人休夫，乃是其夫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。可是原告与被告都是夫妻间的小事，何以见得到休夫这么严重啊？哼，夫妻间的小事，这一摞书是大安所有的律法典籍，
可没有一条说不准修夫。而且陈华伟身为侯爵，不思进取，胡作非为，识君之路不能为君分忧，视为不忠，不满先父定下的原配夫人，视为不孝，残暴殴打妻妾，视为不仁，随意辱骂忠良，盗窃妻室嫁妆，视为不义。那么大人，你现在告诉我，这还是夫妻间的小事吗？你居然能比府尹大人改日再判，你太厉害了。二弟啊，不是二妹啊，也不是姐啊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姐。这事能成还多亏了大姐和月儿找的史料，不全是我的功劳。姐，你以后就收我当小弟吧。啊哟，当初是谁诓我去赛马来着？哎呀，都是误会，误会啊。这丫头真是什么话都敢说。老爷，小姐回来了。你在金兆尹衙门闹那么一出，到底想干嘛呀？彩莲传话说你让府尹将此案上呈刑部和礼部，这到底是何意呀？阿轩姐姐万贯家财，还有你这个二品大员的叔父，想和离尚且做不到，那其他一无所有的弱女子该怎么办？那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我觉得大安的律法不合情不合理，所以想改一改。哦，原来这大安国已经是你说了算。请罪折子我都帮你写好了，你抄录一下呈给皇帝吧。还是不如与你共眠，花烛当个月下借你无间，长夜漫漫将心事都翻遍，携手静看天下风云万变，坚定心不由走在江湖间，回首过往道尽沧海桑田，流风白雪不如与你共眠，花烛当个月下借你无间，长夜漫漫将心事都翻遍，携手静看天下风云万变，坚定心不由走在江湖间，回首过往道尽沧海桑田。